baby bus. Hi. 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的数学大冒险第一集，大魔王抓走了小伙伴们。Hi, 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我是妙妙，他们是数字朋友，要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啊！小朋友们，你们也想要一起玩吗？现在轮到我来找大家喽，我要先闭上眼睛，从十倒数到一。琪琪数数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藏起来，一定要藏好哦。好了，你们快躲起来，我要开始倒数了。十、九、八、七，我看不到琪琪了。六、五，他们已经看不见我。四，到底藏在哪里好呢？琪琪，你再数一次。好吧，我再数一次哦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一，你们藏好了吗？我要开始找了。就是这里了。这里这么多人，我们要抓哪个啊？不管了，随便抓几个人回去就好了。嘿嘿，我知道，妙妙每次都藏在沙发的后面。我们先去把妙妙找出来吧。妙妙，我找到你啦！又被你发现了。黄胖胖，我是蓝蛋蛋，我想干嘛？我们，你们问题太多了，不然跟我们走就对了。让我想想啊，家里来坏蛋了，小福和依依他们被坏蛋抓走了。我想我们顺着这些颜色的脚印应该就可以找到小福他们了。嘘，坏蛋们可能在山洞里，我们小声点，别被他们发现了。妙妙，他们真的在里面，我们快去救他们。可是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
那我们叫嘟嘟来帮忙。宝宝巴士嘟嘟嘟，小小魔法闪亮亮。噔噔噔，呵呵呵，奇奇妙妙，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嘟嘟，小福他们被坏蛋抓走了，就关在这个山洞里。他们现在都睡着了，我们偷偷溜进去吧。我们小声点。奇奇妙妙，快救救我们！对不起。太笑了。是啊，小心他们把人救走。看到这个棋盘没？想救人，那先过了这个棋盘吧。好，看我的，嗨！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？除非能按十道一道士的顺序踩对格子，否则你们就过不来了。十道一嘛，看我的厉害！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琪琪小心！我越来越快了，快要数不过来了。六、五、四。四环是什么？是三还是二？哎呦，二！嘟嘟，我……嘟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别紧张，我教你们一首倒数歌，很快就能熟练的。啊！和我一起说：“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”十九。我们终于成功过来了，真没想到。但是你们还是太弱了。笨大王才不陪你们玩，你敢出来？红灿灿，你要是拦不住我们，就不用回来了。是的，大王。数学大冒险第二集，神奇的魔法树。我们怎么办？黄胖子、蓝蛋子，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！看我的！快带我们去找小福他们。我先带他们去，然后再找机会抓住他们。嘿嘿，把他们交给大王，那大王一定会表扬我的。
胖子，来蛋蛋，看来是的。小怪，我们去哪里了？我们该怎么办？看，前面有棵大树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你们看，那里有扇门，走，顺着梯子上去。等一等，你们看，这梯子有点奇怪，写着数字有什么奇怪的呢？是呀，我们还是快上去吧，这里好热哦。你们真的在这里？算你们聪明，知道我们藏在这里。小福他们在哪里？上面。你是说小福他们被关在了这大树里？是的，而且是最高层，你们肯定上不去的。我们要赶紧去救他们。嘿嘿，这梯子很难走哦。很难，很难。如果你们走错了，就会受到惩罚的。什么惩罚？不告诉你们。那一定是你们撒谎，根本不会有惩罚。不信，我就让你们看看。可恶，你们竟然失诈！怎么会这样？看来是要石板上的水果数量和格子里的数字一致才可以通过。你们看，第一层楼梯上画着一个草莓。那我们就踩写着数字一的石板试一试。你们怎么知道这个秘密？我猜的，我觉得应该和水果的数量有关。算你聪明。那我们会按照这个方法走吧。可是嘟嘟，我们数不来。连数数都不会。没关系。我来教你们一首儿歌，名字叫做《数柠檬》，你们很快就能学会自己数了。和我一起说：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小朋友们和奇奇妙妙一起数一数，帮助他们顺利地通过数字梯子吧。这一层画着一个草莓，所以我们应该踩哪个石板呢？是的，我们要踩写着数字一的石板。这一层我来数，一二十二，所以我们踩哪一块呢？是的，踩二。嘿，换我来，换我来。一、二、三，三个草莓，所以是三。嘿，轮到我了。一、二、三，三的后面是什么呢？哦，对了，是四，是四个草莓。这一层一二三四，四的后面是什么呢？
小朋友们，四的后面是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是五。你们也答对了吗？我们都学会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那我们赶快往上走吧。上来了也没用，哈哈，这扇门你们是进不去的。我不信。这个门好像要密码才能打开。那密码会是什么呢？这扇门只有我们大王才能打开，你们肯定打不开。你们也不知道密码吗？不知道。而且这扇门每次打开的密码都不一样。那错了会有惩罚吗？不会。那我们一个个数字试过去就好了。不可以，那样我们要试很久很久才能打开，小福他们会有危险的。嘟嘟，我想这屏幕上的水果可能和密码有关系。有道理，不然每次都换密码谁都记不住的。你们看，屏幕上总是不断的闪烁着苹果、柠檬和香蕉。我知道了，和走梯子一样，水果的数量就是密码的提示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数一数，有几个苹果吧？快和我们一起数吧！一、二、三，有三个苹果，苹果的这个格子要转到三。哈哈哈，你们没有时间了，每次转动密码锁，剩下的时间都会越来越少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次有四个柠檬。妙妙，接下来的你来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是五个香蕉。香蕉的转到五。密码正确。数学大冒险第三集，数字迷宫。怎么办？竟然被他们破解了密码。他们跑了。放心，他们一定跑不远的，我们追。怎么会这样？等等我。有两条路，我们走哪边好呢？这路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也没见过这样的路牌。不要紧，我猜一定是这边。这是数字迷宫，他们肯定找不到正确的路，会永远被困在里面。那我们要怎么抓住他们？追上去不就行了？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被困住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好难过。只要抓住他们。
王就会来接我们的。是啊。这里好像是刚才我们出发的地方。好像是啊。不好了，我们一定是迷路了。嘟嘟，怎么办？别着急，这应该是一个数字迷宫。是的，迷宫里一定会有提示的。说的没错，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找找哪里有提示吧。是那个路牌吗？你们看得懂路牌上的提示吗？是的，这个路牌就是迷宫的提示。让我来数一数路牌上有几个胡萝卜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啊，这里的胡萝卜太多了，我数不过来。我们只会数到五。嘟嘟，你会吗？当然，和我一起学习儿歌数番茄，你们很快就能学会了。和我一起说，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路牌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应该是六，这是错误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这个是正确的，我们应该往六的这边走。所以我们只要往数量和数字相同的方向走，就可以顺利地走出迷宫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出发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番茄不是这条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八个番茄也不是这条路。一、二、三。七，七个番茄，数字也是七，是这条路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数对了吗？耶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可恶，怎么会跟丢了？而且我们好像迷路了，好难过啊。三条路，我们该走哪条？我猜应该是中间这条路。听我的，走左边这条。可我觉得是右边的。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听谁的。听我的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走出迷宫了。可是我们又有新的麻烦了。这要怎么办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看这里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应该是魔法炸弹吧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要用魔法炸弹清除仙人掌路障。可是要怎么做呢？让我们一起数一数前面有几颗仙人掌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是七颗仙人掌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们应该选写着七的魔法炸弹。是的。太好了，果然是
是这个办法。路障清除，继续前进。这关好吓人，这次让我来数。妙妙加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失败。琪琪，幸好你反应快。这没什么了。这里还有，这次让我们一起来数吧。小朋友们，一起数一数吧，看看我们要选哪个魔法炸弹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看到八颗。我也看到的是八颗，应该选写着八的数字魔法炸弹。我们数错了。数学大冒险第四集，帮蛋宝宝找妈妈。我们走不出去了，好难过。我有办法了，我们挖地道吧。好主意。十，这里竟然有十个鸵鸟窝，那就有好多好多的蛋了。是的，我们拿回去献给大王，他一定会表扬我们的。动手，嘿嘿。这只怪鸟为什么要追赶我们？不知道啊。我跑不动了，嘟嘟，快帮帮我们。我怎么忘了？看我的魔法。哎，
安全了。大怪鸟，你为什么要追我们？是不是你们偷走了我的蛋宝宝啊？蛋宝宝，我们没有见过什么蛋呀。我的蛋宝宝不见了，到底去哪里了？不好了，又有一只兔鸟来了！我打泡泡。为什么要困住我们？你为什么也追我们？我没有追你们，我是来找他的。你的蛋找到了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我们有其他的麻烦，要赶紧回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就把你们解开。你们是谁？我是琪琪。我是妙妙，她是嘟嘟，是超级厉害的魔法精灵啊。真的吗？请你们帮帮我们吧。你们出了什么事呢？我们的蛋窝被放得乱七八糟，鸵鸟妈妈们认不出自己的蛋宝宝了。那我们快出发吧，我们边走边说。我的宝宝，这是我的蛋宝宝，是我的。别吵了，大家别吵了。我的蛋，这是我的蛋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，你看，你的蛋宝宝找到了。真是太好了。你跑出去以后没多久，我们就在那个角落发现了这个蛋，可是其他妈妈们的窝却混在了一起，根本分不清是谁的宝宝了。别担心，他们就是来帮助我们的。鸵鸟妈妈们好。好像是奇奇妙妙的声音。是的，是他们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去抓住他们吧。这每个窝都是一样的，我们要怎么区分呢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数字，数字是几就有几个蛋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那简单了，我们数数每个窝有几个蛋就好了。我们不会数数，所以窝不在原来的位置，我们就认不出来了。我们会。太好了，那快帮帮我们吧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帮鸵鸟妈妈们找回自己的蛋宝宝吧。和我们一起说，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让我们来数一数这个窝里有几个蛋宝宝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是七个，所以这是七号妈妈的蛋宝宝哦。谢谢你们。那哪个是我的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有八个，所以这个是你的。刚才对不起了。没关系，我也不对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这些是我的蛋宝宝吗？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数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十个蛋住十号窝。我的蛋宝宝，我的蛋宝宝是哪个窝呢？可以帮我找到吗？你们看见二号鸵鸟妈妈的窝了吗？可以帮他找出来吗？一、二，是这个。谢谢。不用谢。请帮我们找回蛋宝宝吧。妈妈们不要着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我们动不了了，好难过啊。别
别哭了，再不快点儿，奇奇妙妙他们又要溜走了。黄胖子，都怪你。我。现在鸵鸟妈妈们都找到自己的蛋宝宝了。哇、哦！耶！你们怎么都看着我？你们要蛋宝宝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的蛋宝宝在哪里、啊？这个。数学大冒险第五集：什么是零？你们要蛋宝宝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的蛋宝宝在哪里？其实，我没有蛋啦。啊？你没有蛋？为什么只有你没有蛋呢？你们看他身上的数字是零，零代表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没有蛋。数字零代表什么都没有。别着急，看我的，跟我一起说，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嘿。你们看，朱依依的盘子里有几块饼干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块。是的，所以用数字五表示。现在依依要开始吃饼干了。全都吃完了，还有没有啊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我们应该用什么数字来表示呢？是的，用零来表示。所以零就表示什么都没有。是的，鸵鸟们也是一样的，几号鸵鸟就有几个蛋，所以零号鸵鸟没有蛋宝宝。是的，数字零就代表什么都没有。我们明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我是一只公鸵鸟，不会生蛋，只有母鸵鸟才会下蛋。我是来帮助鸵鸟妈妈们保护这些蛋的。保护？为什么这些蛋需要保护呢？因为大魔王。大魔王喜欢收集长得像数字零和一的东西。那一天，大魔王来到这里，抢走了这里所有像零和一的物品。快放我们出去！救命啊！奇奇妙妙，快来救我们！救命啊！住了，再不安静，我就用这瓶魔法药水对付你们。这个魔法药水有什么用？嘿嘿，这个魔法药水可就厉害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零，表示什么都没有的零，它可以让所有的东西消失。你们看仔细了。厉害吧？你乖乖听话，我就把你们也变没。你怎么了？我也饿了，好像我也是。好，我给你们拿吃的。我这里有蛋糕。可是只有一个，我们这么多人不够吃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你们看好了。零前面加个一就是十。
这样就能有十个蛋糕了。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十个？是呀是呀，我们现在被困住了，没办法数数。不信？你们自己去数数吧。零的前面加一个一，就变成了十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哇，好神奇，真的是十个。零前面加个一就是十。行了行了，快吃吧，不是说饿了吗？不要啊！我也要玩，这样是不是就会变出很多很多的我？小鬼，你们别乱来，在后面画的零越多，数字就越大，这样很危险的。不要啊！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怕大魔王把蛋宝宝们也抢走，所以才躲在这个洞里。大魔王实在太可恶了，大魔王把我们的小伙伴们也抓走了，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你们的小伙伴长得像蛋吗？不像啊，但是又好像有那么一点。大魔王的城堡在魔法树的顶端，你们知道怎样才能尽快到达吗？听说起点山上有一种热气球，也许你们可以试试。起点山在哪里？在洞外就能看见，你们跟我来。你们看，那就是起点山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起点山看起来像什么呢？像零。是呀，像一个大大的零。那我们要怎么去起点山呢？去起点山要搭乘梦幻小火车，火车站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这就出发吧。小福、点点、依依、壮壮，我们来救你们了。数学大冒险第六集，梦幻小火车。那我们要怎么去起点山呢？去起点山要搭乘梦幻小火车，火车站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这就出发吧。小福、点点、依依、壮壮，我们来救你们了。再见了。再见。看，他们要走了。想走可没那么容易，我们追。我不是快快啊！又被卡住了。我们终于到了，可是我们要搭哪一列小火车呢？我们去找个人问问吧。袋鼠先生，你觉得这个姿势怎么样啊？酷不酷？一定很酷。袋鼠先生，我们是来坐梦幻小火车的。不好意思，
请问你们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起点山。起点山？你们要坐的是第四列小火车。第四列，记住了。等一下。还有什么事吗？要记得哦，顺着站台上的箭头方向数哟。明白了，谢谢袋鼠先生。是箭头方向的第四列哦。嘟嘟，哪一列是第四列小火车？让我来教你们吧。和我们一起说，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让我们顺着箭头的方向数出第四列小火车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找到了。小朋友们，这是第四列小火车吗？让我们再数一次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是的，就是这一列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让我们和乘务员确认一下吧。请问这是去起点山的第四列小火车吗？没错，这就是第四列小火车。快看，车上写着四。找到车了，我们快上车吧。等一下，我要把车厢号给你们拿。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这是我们的车厢吗？是的，记得要对号入座哦。嘟嘟的是第一节车厢，妙妙的是第二节车厢，我的是第三节车厢。那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车厢在哪边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车厢号应该怎么数吗？和我一起说，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车厢号的顺序应该从梦幻小火车的车头开始往后数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嘟嘟的是一号，所以嘟嘟在第一节车厢，是这里。是的，我坐在第一节车厢。我的是二号，所以我坐在第二节车厢。我的是三号，所以我坐在第三节车厢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是的，你们都找对自己的车厢了。又是起点山，你们要坐的是第四列小火车。我还没说完呢，记得要往箭头的方向数啊。请问你们要乘坐哪列小火车？第四列。好的，这是你们的车厢号。这个方向牌怎么反的？第四列，一、二、三、
就是这一列。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。我是四号，所以坐第四节车厢。好棒棒，你是第五节车厢。蓝蛋蛋，你是第六节车厢。咦，怎么没看见奇奇妙妙他们？你坐的好像是我的位置。不可能，我就是坐在第四列小火车上。这是第六列小火车。你想干嘛？这是我的位置，快帮我下来！哎呀！山出发！我们坐错车了，好难过啊！还发什么呆呀？快追！数学大冒险第七集：飞向大魔王的城堡吧！的热气球在哪里呢？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找找看，哪里有热气球吧。你们看，哇，是热气球！我们赶快过去看看，那是不是飞往大魔王城堡的热气球？杨奶奶您好。小朋友们你们好，我是热气球管理员杨奶奶。杨奶奶，我们想去树顶的城堡，这个热气球可以飞到那里吗？可以呀，不过你们去大魔王的城堡做什么呢？那里很危险呀。我们的小伙伴们被大魔王抓走了，我们要去救他们。你们真勇敢，可是热气球的发动机坏了，现在在修理铺里呢。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去修理铺帮杨奶奶取回发动机吧。杨奶奶，修理铺怎么走呢？修理铺在星星街的三号楼。给，这是地图。地图？星星街的三号楼在哪里？别担心，让我们来学习看地图吧，和我一起说，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来忙忙。我们要先找到星星街。星星街在哪里呢？太阳街、月亮街，这里是星星街。这里是太阳街，这里是月亮街，这里是星星街。是的，星星街三号楼是哪一座楼呢？一、二、三。是的，就是这一座。我们这就出发去星星街三号楼吧。他们要坐热气球去大王的城堡。不可以。我们去把热气球毁了吧。可是弄坏了热气球，我们也回不去了。那我们也去星星街三号楼做什么？去阻止他们拿发动机。这里就是星星街三号楼了。这么多的房间，哪一间才是修理铺呢？你们看，那里有个保安亭，我们过去问问保安叔叔吧。
保安叔叔您好，请问修理铺是哪一间呢？哦，修理铺就在第四层的苹果间。谢谢保安叔叔。不客气。嗯。保安叔叔说，修理铺在第四层的苹果间，哪一间才是第四层的苹果间呢？第四层的苹果间，我们应该先找到第四层。是的，当我们数楼层时，应该从下往上数，最下面的是第一层。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数一数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就是第四层了。接下来我们来找一找苹果间吧。对了，这就是苹果间。我们找到第四层的苹果间啦！我们快上去把发动机取回来吧。你好。请问这里是第四层苹果间吗？啊，是的。我们来帮杨奶奶取热气球的发动机，请问修好了吗？啊，发动机已经修理好了，就放在后面的储物柜里。这柜子有好多格子呀。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来修理铺？我们现在就去第四层的苹果间，不能让奇奇妙妙先拿到发动机。哪个才是第四层苹果间呢？让我数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那一定就是第四层苹果间了。走。发动机是我们的啦。又是你们。怎么是你？奇奇妙妙呢？你们赔我的蜂蜜。我害怕。这里不是四层苹果间的修理铺吗？这里是我家，是第二层。怎么会这样？这里明明是四层，我从上往下数得清清楚楚。楼层要从下往上数，不是从上往下数。我的蜂蜜，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。那是什么声音？二楼住着一只大熊，它力气比较大，不要怕。对了，叔叔，哪一格放着热气球的发动机呢？就在南瓜行的三号柜。小朋友们，帮我们找一找南瓜行的三号柜吧。是这个吗？不对，这是番茄一号柜。那这个呢？也不对，这是玉米四号柜。我们要先找到南瓜那一行，然后找到第三个格子。是的，就是这个，我们找到了，是热气球的发动机。我们快回到杨奶奶那里，给热气球装上发动机吧。这样热气球就可以升空了。哇，好棒啊！杨奶奶再见，谢谢你。再见，一路平安。哇，我们怎么这么倒霉？看，有东西在天上飞。好奇怪的鸟哦。那不是鸟，是热气球。奇奇妙妙，他们要去城堡了。怎么办？大王一定会生气的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有办法了，你们看，我们用弹弓把他们打下来。
我们该用什么当子弹？是啊，我们用什么当子弹？啊？黄胖胖，你来当子弹。好啊。这样差不多了吧？我们是不是可以松手了？我们怎么出去？热气球破了，我们要掉下去了！奇奇妙妙，数学大冒险第八集，解救妙妙。这样差不多了吧？我们是不是可以松手了？我们怎么出去？不好，热气球破了，我们要掉下去了。来了，我进水了，暂时用不了魔法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嘟嘟现在不能使用魔法，我要怎么救妙妙？有办法了，小蘑菇你们好，我是琪琪，妙妙被困在大树上了，你们可以帮帮我们吗？要搭成一个阶梯才可以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有办法，和我一起说宝宝巴士、奇妙数学来帮忙。只要相邻的蘑菇数量相差一，就可以组成一个阶梯了。先是一个两个，相邻的蘑菇数量相差一，要继续往上走，我们应该放几个蘑菇呢？二的相邻数字是几呢？二的相邻数字是一和三，三的相邻数是二和几呢？对了，是四。我们离妙妙越来越近了，加油！没了，我一下。胡酱酱，你没事吧？我们现在是在哪儿？我们好像掉到了大树的另一层。热气球？为什么热气球会在这里？一定是那些小家伙坠落在河的上游，热气球顺着河水飘下来了。那怎么办？当然是顺着河流向上走，去追小家伙们呀。
可是应该走哪条路呢？我们找个人问问吧。请问去河的上游应该走哪条路呢？去河的上游呢，这四条路都可以走。与一颗草莓和三颗草莓都相邻的道路是最快的。与一颗草莓和三颗草莓都相邻的道路会是哪一条呢？与一颗草莓和三颗草莓都相邻的，当然是两颗草莓的路啦。我们就走这条吧。听说最近的这条路上有凶猛的公牛。公牛，可怕！公牛有啥好怕？这样不太好吧？遇到危险怎么办？不会有危险，听我的，没错。怎么样？没有危险吧？真的没有耶！红灿灿，你真厉害！那是当然，公牛有什么好怕的？等等我们！啊，完成了！救命啊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是三小怪出来了吗？蘑菇阶梯搭起来，小朋友们，你们也一起来帮忙吧，和我一起说：宝宝巴士，奇妙数学来帮忙。只要相邻的蘑菇数量相差一，就可以搭乘阶梯了。与二相差一的数是多少呢？对了，与二相差一的数是一和三。小朋友们，与四相差一的数是三和几呢？对了，是五。太好了，蘑菇阶梯又完整了。谢谢大家的帮忙。喵喵，快从蘑菇阶梯下来吧。琪琪，这真是太危险了。你没有受伤吧？我还好。可是我们现在在哪儿呢？救命啊！好难过。数学大冒险第9集：蘑菇爷爷的花园。
妙妙，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你没有受伤吧？嗯，没有，我很好。可是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我们一路追着三小怪进入了这棵神奇的魔法树，然后进入了数字迷宫，接着我们遇上了鸵鸟妈妈们，后来我们坐着梦幻小火车找到了羊奶奶和热气球。可惜我们的热气球被三小怪弄坏了。我们现在迷路了，可小福他们还等着我们去救呢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小蘑菇，你们想带我们去哪儿？我们跟着小蘑菇们一起去看看吧。什么事这么吵啊？快快停下！我的画，我的画。我的花呀，全毁了，全毁了！怎么会这样？花儿都被踩坏了。刚才有三个冒失鬼冲进了我的花园，把我辛辛苦苦种的花都弄坏了。一定又是三小怪！哼！三小怪？三小怪是谁？你们又是谁？蘑菇爷爷您好，我是琪琪。我是妙妙，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嘟嘟。哦，你们好啊。蘑菇爷爷，我再帮您把花种上吧。是呀，我也可以帮忙。哦，好孩子，谢谢你们了。我们先把这里整理一下吧。好。我这里有菊花和茉莉花的种子。我要种菊花。我想种茉莉花。不用着急，这里有两块地，茉莉花和菊花都可以种，都可以种。小朋友们，这里有两块地，奇奇妙妙要怎么做才可以都分到土地来种花呢？和我一起说。宝宝巴士，奇妙数学来帮忙。花圃一共有两块地，如果琪琪种两块地，那么妙妙就没有地方种花了。如果妙妙种两块地，琪琪也没有地方种花，所以要两个人一起种花，应该怎么分土地呢？对了，应该琪琪种一块地，妙妙种一块地。我明白了，两块地，我一块地，妙妙一块地。我来种这块。那我来种这一块。完成了。从种子发芽到开花需要好长的时间。小种子，你们要多久才能发芽开花呢？看我的。这是玫瑰花和向日葵的种子，你们可以帮我种到那边的花圃上吗？我
喜欢向日葵，我要种向日葵。玫瑰花，我要在花圃上种满玫瑰花。啊，有四块地，我们还是可以分土地来种花。那四块地我们应该怎么分呢？哼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四块地应该怎么分吗？和我一起说，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嘿，一共有四块地，琪琪分一块，妙妙就分到三块。琪琪分两块的话，妙妙也可以分到两块。琪琪分三块的话，妙妙就只有一块了。妙妙，你想种几块地呢？三块，因为我想要种多多的玫瑰花。好，一共是四块地，妙妙分三块地，我分一块。好，看我的。谢谢你们帮我种花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不用谢，我们都很喜欢花，也喜欢种花。好孩子，对了，你们的家在哪里？蘑菇爷爷送你们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们是来救我们的小伙伴的。我们的小伙伴被大魔王抓走了，关在魔法树顶端的城堡里，我们要去救他们。蘑菇爷爷，您知道怎么去那里吗？当然知道啊，你们等等啊。这是什么？一颗豌豆。对，一颗豌豆。不明白。这是一颗魔法豌豆。魔法豌豆啊。你们看，只要浇上魔法露水。怎么停下来了？哎呀，魔法露水用完了。数学大冒险第十集，神奇的豌豆。小豆苗怎么长不大了？哎呀，魔法露水用完了。没有魔法露水，我们是不是就到不了大魔王的城堡了？别担心，那些花朵上有魔法露水哦。露水？哪里有露水？只有清晨露水才会出现。那我们现在去休息吧，明天要起一个大早。好。我们快开始找露水吧。我找到一颗了。我也找到一颗露水。要三颗露水才可以哦。三颗露水？我们还要找几颗呢？别担心，看我的，和我一起说，宝宝巴士奇妙数学来帮忙。琪琪和妙妙现在有两颗露水了，还需要几颗才能合成三颗露水呢？二和几可以合成三呢？
我知道，二合一可以合成三。答对了，所以我们还需要一颗露水。我们快把最后一颗露水找出来吧。最后一颗露水到底在哪儿呢？找到了！你们搜集到三颗露水了，快给魔法豌豆浇上吧。现在这样可以了吗？不可以说话。也不可以乱动。这就对了，只要你们保持安静，我就给你们做吃的。水果沙拉，你的胡萝卜，你们的炸鱼。怎么不吃？炸鱼你们两个要分着吃。怎么分？不会分你们就别吃了。不要，我来分炸鱼。真的好想一个人吃五条炸鱼哦。应该怎么分呢？五条炸鱼我分四条，壮壮一条，也可以我一条，壮壮四条，还可以我三条，壮壮两条，或者我两条，壮壮三条。你个子比我大，你多吃点。谢谢小福。好吧，你们可以开始吃了。你们胡说！我要回家！奇奇妙妙，快来救我们！不准再哭了，不然我就要……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是什么？红灿灿蓝蛋的黄胖胖，你们给我出来。你们红灿灿发生了什么事？那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好可爱的小花，快逃！这魔法